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做会九三皈依，阿舍利尊念，摩地主妙音，自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者中尊。皈依淡摩利欲中尊，皈依精伽诸众中尊，阿舍利尊念，摩地主妙音，自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者中尊，皈依淡摩利欲中尊。皈依精伽诸众中尊，阿舍利尊念，摩地主妙音，自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者中尊，皈依淡摩利欲中尊，皈依精伽诸众中尊。恭敬的进行，工作的进行，上好拢会甲三皈依念一遍。恭敬呢，这是佛门的正业，咱恭恭敬敬啊，念三遍，啊，平常就念一遍，食饭、工作，甚至是应酬、待人接物，为什么呢？念念不忘三宝，念念爱甲三宝相应，咱才会当入佛的境界。三皈依呢，是佛法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。皈佛不是讲我的意思，皈依自性佛，一切众生拢嘛有自性三宝。皈依一定要知影讲，皈依自性三宝，这是真皈依。那主持三宝呢，是形象上的佛像，佛的名号，伊的作用是要提醒咱道理的这地。话是经典，嘛是咧提醒人。经咧是出家人，是佛的弟子，伊叫佛的教诲修行的人，伊也是咱的模范，是咱的榜样。提起经，咱就会想到咱来学伊啊。佛啊，是讲我隔离不美，佛咧。是正知正见，正理不邪，正呢是六根清净，一点不染。这是佛陀教咱的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：爱觉、爱净、爱清净。主持三宝，咱啊听着、看着、接触着，都爱想着自性觉、自性净。自性清净，何咱念念不忘，这个就是菩萨道，这个就是生活之道。千经万论不离这个原则。
啊，帮助咱看破放下。你看这世俗内底，皈依佛，两足中尊，足是满足，是圆满。量呢是指什么？一个是智慧，一个是啊福报，就是一切人拢嘛希望求的，就是这两项物件。啊，佛是智慧圆满，福报圆满。啊，这个圆满呢，啊是啊自性内底本来就有的，唔是向外求的，向外求未到，向外是无可能圆满，向内求。啊，所以佛法叫做啊内学，啊佛经呢叫做内典，伊向内唔是向外。啊，这个道理一定要知影。那第二呢，规划或是啊，利欲尊，欲是欲望，是贪嗔痴慢这些念头，这些念头自性内底无的。啊，但魔是法，凡物但魔音译起来，啊，咱。把一切外面的欲望拢总放下，自性内面的智慧就向外来透露。自性唔哪讲有智慧，有德能，有才艺，有上好，大行古将啊！头前咱学过了，那整个的宇宙，整个法界对倒位来呢？自性变现出来，华严经上佛讲的唯心所现，这个心呢，就是真心，就是自性依现呢。啊，咱今仔日呢，无看到自性啊，所现的依真庄严，咱看到是六道轮回。有的人会对未来有一些思辨，啊，色是什么？是阿赖耶。啊，阿赖耶是妄心啊，妄心能变，个诸性啊，所现的这一真法界，所现的是不庄严土，变作啊十法界，变作六道，变作咱今仔日这个模样。啊，色是什么？你会当思想，诶，就是色。甲大家讲啊，这个佛讲的真心自性是无思想。啊，奇怪咧，无思想，伊有智慧。无思想，你问伊什么，伊拢会回答你，拢帮助你解决问题，这是智慧。伊无通过思想，那讲一个思，一个想。啊，回答你的答了嘛，不一定圆满。为什么？色啊，把智慧变作烦恼了，啊，变作贪嗔痴慢疑，都是款代志。啊，所以大经上有个人讲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。人家佛真正都是无离无别，智慧的上完全共款。佛都未比咱加一分，咱未比佛减一分。现在为什么变到这款呢？没咯，没了自性啊！啊，什么叫做没呢？起心动念都是没了。啊，今仔日有一个同学问我一个问题，问啊真好。头前咱拢有咧讲，身体也是啊物质现象，啊物质现象。今仔日咧物理学家、量子力学家甲咱讲个啊，世界上根本啊都无物质这个物件，物质是假，
甲佛讲的同款。佛在金刚经上甲咱讲，凡所有相皆是浮梦，相啊都、就是啊现象，都、就是指物之现象。还佫包括精神现象，还佫包括自然现象，这三种现象拢嘛是虚妄的，唔是真的。啊，这是按怎呢？自性内底无啊，自性内底无物质、无精神，嘛无自然现象。啊，所以用这个空，来代替。啊，自性是什么？自性是空寂啊，寂。常常用这两字空寂。啊，寂是什么拢无？这个空未当当作无来讲啊。空唔是讲什么拢无，伊有为什么？明显万法啦。啊，所以自性有稳有现。无闲的时阵，伊就会问：问是啥物？拢无空。有闲呢，伊马上就现现啥物？现整个宇宙。那整个宇宙对伊都会来自性现的啊！啊，自性啦，去宇宙的眼里头现。那这个道理啊，真深吗？在开的学问内面，这是最高峰，是最究竟、最圆满、最深的物件。你那是明白咯，就称你是佛啦。你无明白，就给你叫做凡夫。啊，凡夫甲佛啊，都、就是安尼来，其实都是伊，唔是你啊。凡夫甲佛无差别，讲我凡夫就变作佛。迷咯，佛就变作凡夫咯。咱现在都是咧迷啊，那么啊，本来是佛啦，现在变作凡夫咯。啊，怎样讲凡夫苦啊？怎样个佛自在快乐啊？啊，咱明仔回头过来去做佛呢？这都是佛陀教育啊。佛教众生都是教你回头，回头时间。免抓回头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安尼就好，你就幸福了。那一千三四百年前，中国的唐朝时代，出现一个上相君临。那禅宗六祖慧能大师，唔捌读书，唔捌字，啥物拢嘛无学过，世间法无学过，做世间法嘛无学过，那伊个长处呢，就是讲伊个心清净啊，无啥物妄想。无什么杂念，啊，所以虽然真艰苦，生活真艰苦，靠努力赚淡薄啊钱来过日子，但是真快乐啊！啊，因老爸早过身了，就剩因老母俩，无子相依为命，那靠卖茶来过日子啊，每天上山去采茶，打去城里去卖。苦力啊！战争的期间、二战期间，中国的城市内底要有这个现象，城市内底是无电灯、无自来水啊。煮饭的时阵爱用灶，遐灶啊，遐茶，无瓦斯、无电，这个生活我拢捌经过真侪年啊。差不多这款的生活有过二十年，真正过二十年，啊，我的印象真深刻。啊，所以慧能说出世间法，拢嘛无误解，这人有效，孝顺母亲啊，
啊，这个人因为家己什么都唔捌学过，什么都唔知，啊，伊啊对一切人拢会生恭敬心，拢感觉这个一切人拢比我较幸福，拢有读书啊，啊，拢嘛学过真多物件，啊，我什么拢无。伊都唔是讲自卑感，谦虚啊，啊，尊重别人啊，赞叹别人。将来是未去讲批评，未诽谤人，也未查五年的机缘，拄到一个人，伫房间内底念经，伊对窗仔靠经过，较早窗仔靠无玻璃，用纸糊的啊，所以要看是看未到啊，声音听会到。啊！伊伫内面咧念经，念金刚经，伊伫外面听，愈听愈有趣味。伊听有啊，啊！刚刚这个人甲经念完了后，伊就甲上门，你去，伊甲伊请教，你拄则念是啥物？念甲真好听，我听甲真有趣味，甲伊所听的讲出来。这个念经的人感觉非常的着惊，伊咧念经都念无啊，伊那会一听就了解。问伊讲，你是一个狐狸啊，是一个卖茶的少年人。迄个时阵，伊才24岁呢，感觉这个人有天分啊，有这个天才啊，然后真正当有福，伊也真正了不起。这个人真慷慨啊，也都劝伊啊，去黄梅去请军五祖，甲五祖学习。啊，因厝内老母无人照顾，啊，伊袂当离开啊。这位先生就给伊十两银两，十两银两是伊一年拢赚袂着，给伊啊做安家费。这一款学佛的这个技术，叫顾伊的老母，伊安尼就放心，就去黄梅去咯。啊，黄梅啊，住八个月，实际上甲五祖只见过三摆面尔。啊，头一摆是到黄梅啊，去啊拜见五祖，五祖问伊讲。你来啊，是要想要求什么呢？伊回到五祖讲，我是来想做佛的。这款口气啊，都不是普通人讲得出来。人来拜佛是为了要升官发财，我是为了要求长寿、求富贵，都嘛是为了这个。但看这五祖一生嘛，唔巴讲去拄到有一个人来甲伊讲，我是要来想做佛的。啊，五祖啊，问伊几句话，也就是啊，禅机啊，别人拢听无的。啊，简简单单讲几句话，就叫伊去，会用哩，你去。对房内面去。精密化茶啊，精密化茶就是伊啊修行，伊就伫遐修禅。哎呀，人真细汉啊，精密身体啊是无够重，甲伊身躯绑几块大石头，增加重量。啊，遐个石头即卖还佫伫咧啊！去做客，你就会当看到啊。啊，住八个月，啊，五祖较有下落，要传法，嗯，交代大家写一首记，可以看。那你讲真正开悟，五祖。就会把这个衣钵传乎伊，伊啊，就是禅宗第一人大祖。
啊，这个命令落去咯，无人写这个字，三工拢嘛无消息啦、啊。手足神秀法师就急咯，神秀心内咧想，大家拢无咧写字，拢嘛是啊为着伊啊。肯定伊啊是第六大祖，伊第五祖，第三十年啊。啊，偌侪人去五门啊，要去礼拜啊五祖，向伊求法。大部分的人，拢嘛是神秀来接待，所以神秀带你五祖来接待。啊，只有极少数的人，老和尚家己来接见，一般拢嘛是神秀，所以神秀嘛真出名。啊，神秀咧讲，这拢嘛是为着我，啊，我都爱写一首记咯。啊，若无写一首记，老和尚哪会知影讲我的境界咧？请了后阁怀疑啊，这敢未用哩？啊，用几落天的时间想出四句话，心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困佛色啊，佛事掠尘埃。写了这四句，唔敢送去给老和尚，家己无把握啊，这是安怎？无开悟，啊，若是开悟就无意识咯。要有意识就是无开悟啊！最后想这方法，把这首字写好，打在壁顶。明仔载老和尚若看到真满意咯，我就出来讲是我做的啊！无满意就卖讲，都唔能讲。到个第二天，壁顶打的这首字，真侪人拢来看。老和尚嘛去看麦，镜头无错。写得真好，希望大家能照这首记来修行，拢有好处。啊，嘛无讲有开悟，无开悟，无讲。啊，这个，迄、那个道场自从比遮较多，一千多人啦、啊。断片咯，大家拢知影，拢收钱来看手机啊。老和尚吩咐，依照这个修行，拢会得到好处啊。慧能嘛有听到咯，听到伊就去找别人，伊哩个工作都是伫对房，除了对房以外，伊其他个所在拢唔捌去。所以对庙内底无识，找人带路去打这首偈所在。伊讲我来去拜一个，我嘛去修一下好。哎呀，拜完了后，甲大家讲，伊嘛有一首偈。啊，这个人讲个真奇怪啊，非常着惊啦。八个月啊，这道场内底有讲堂，伊都毋捌去过。有禅堂伊嘛毋捌去过，伊诶修行就是伫咧静谧啊啊破茶啦，就做这代志做了八个月。那伊个新修啊，大师诶，即个修记甲改咯，就改咯。伊讲啊，菩提本无树，菩提树真正有呢。啊，这地真多啊！那我菩提本无树呢？金刚经上讲啊，凡事上皆是虚妄，菩提树嘛是虚妄，无讲菩提树例外啦。啊，无讲佛菩萨例外，佛菩萨嘛是虚妄的。凡所有相啊，皆是虚妄。你看这个意思。足深的啊！
啊，明镜亦非台啊，本来无一物啊，何处惹尘埃啊？啊，这个机一个写出来，大家拢嘛着惊啦。老和尚听着了，这一看啊，就不得了。那草鞋脱起来，甲伊啊抹掉啊，甲大家讲不开心哦。人心就定落来，这是什么？不好为灵，惊人的害伊啊！啊，甲大家讲，不开我，这就平咯。一下晡，老百姓巡寮，巡寮呢，都是寺庙内底啊，弯弯弯弯所在，拢嘛去看一遍，整个寺庙看一遍。实际上，伊就是要去看慧能的啊。看慧能目标啊，伤明显。孙了呢，大家都唔知影，伊拢总去看，整个寺庙拢看。然后一个对房，看到慧能的经历，啊，就问伊讲：“你真识未？”这拢嘛是什么机？讲这个话，别人听无。问迄个秘经识未？慧能讲老早就已经识咯。啊，有欠太债，就是现在缺少，也无甲伊太出来，就太出来印证啊。伊问伊讲秘经识未？功夫敢无够甲明心见性无？问这个意思，明心见性这是识咯，无见性是无识。那伊见性咯，无人甲伊做证明。啊，我做做爷爷乖啊，伫个对顶面卡三 A 走了，别人唔知啊，这三 A 什么？今仔日暗时三更来风中雪来去找，伊了解咯。到三更真正伊去风中雪去，是到三门内面无关咧。行入去咯，啊！我做对加恭敬恭敬，恭告应无所住离心机心。伊就讲了五句话，不计诸性，本自清净；不计诸性，不计是讲无想到。无想到讲自性本来呀、啊、清净，将来都无念有，咱大家拢嘛同款。啊，第二句话咧，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，不生不灭，这是真的。有生有灭是假呀。那第三句讲了，何其自性本自苦寂。你一项无欠，智慧圆满，智能圆满，财业圆满，上好圆满，大项拢圆满，无一项欠缺。啊，第四句讲咯，何其自性本无动摇，就是说明讲真心是不动的。啊，背后一句咧，不计诸性，灵性万法，拄着缘变现什么？无着啊，无着对对来，灵性万法来。啊，什么时阵生呢？唔是讲过去，唔是未来，就是现在。啊，永远是现在，根本都无过去未来啊！即个讲真话咯，真话都无人听有啊。那、啊、你真正了解，了解就成佛咯。啊，所以呢，伊明心啊，见性咯。修行什么款呢？伊讲出来了，我故为你十二。那、啊、我做一个听，安尼好了，经嘛，唔免阁讲咯。一半都可以啊。
船嘛准备好了，伫河边半暝就该送上船，赶紧走啊，离开。伊问老和尚：“我要去倒位啊？”老和尚讲：“你对倒位来，就登去倒位去啊。”该上灶了，上灶老和尚登去了后，把门关起来，困三更啊。为什么三更伊走个真远咯？这个房间门拍开啊，甲大家讲。大家问老和尚安怎呢？休困三更唔捌见面，老和尚讲这尾巴已经走去咯啊！这个时阵大家啊，才知影，为恁无看到咯。老和尚讲尾巴走去咯，肯定就小可以啊！啊，大家就分头去找，想要把这尾巴个抢回来，不好啊！老和尚大概是糊涂咯。那个一把火焰呢？新修第二三十年应该都是新修的啊，那火焰。那新修心内明白啊，无嫉妒心，那真正佩服的，伊确实比伊较悬，承认啊。那新修以后做国师了，武则天的国师啊。伊向武则天推荐慧能，武则天下诏书，请慧能去京师，慧能无去，公事患病啊，身体无好，无去应召。这是过去啊一段的故事啊。啊！开悟了后咧，无强物件唔知影。啊，伊唔捌字啊，唔捌念过经。无论什么人，你念经念去听，伊就会讲给你听。讲到一点也无错，讲到会给你开悟。啊，真正有功德啊！听伊的经，真正是会开悟。啊，禅宗对这所在大兴旺起来了，兴旺了一千年啊！啊，今年呢，咱就头前有读到了，十行啊，观法内面公告总结。无条之间一切法，它归纳就是这两项物件，一个是色，一个是心。色呢，就是物质现象；啊，我咧讲心，唔是咱现在咧讲的心，咱现在起心动念的，就是妄心，伊讲的是真心。慧能大师讲的人生万法，万法就是色法，用这个色做代表。人生的这个也是心，这是真性。佛经常嘛，该叫做自性，该叫做法性，该叫做真如。啊，中国古早时阵，老祖宗应该叫做本性，啊，本性本善，这个代志呢，经典内面咧讲的这名词啊，有几落十个才多。我早年学教，有向老师请教，这项代志，我为什么讲这多的名词？老师跟我们讲，这是佛道教学的这个善卡方便，跟咱讲唔能去着想，爱对啊名词来对去了解着伊的意思，唔能去执着名词，名词是假，连老子都知影了。
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你敢讲会出来，敢想会出来，这不是真的，是假啊！要爱对名道啊，去体会真正物件，真的物件讲不出来，叫做言语道断啊，是无法讲的。啊，心行处灭是未当想的，你一个想都落在意识内底去咯。要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啊，哪讲真正做到言语都断，心行处灭，啊，你开悟了。佛讲的啊，你全部拢了解，众生讲的嘛了解啊，无像你唔知。你把这个诸法的根源给找到了，那树同款找到根咯，那水同款的找到源头咯。啊，源头是无办法用言语来讲的啊，言语安怎讲都嘛是会过一层啦、啊，拢唔是真的，也甲言语甲单调真正都看到了。马明菩萨。你在行起信论里面跟咱讲啊，用什么款的心态去听经？去读经啊，经是佛的言语，是真言，是对诸行内底流露出来，伊是真的，伊唔是假。咱用的是假心、妄心。所以永远都听无，咱若用真心，即个看到明白，为仁义道德，有甚款本事呢？但注意讲伊啊，甚么本事拢无？啊，甚么本事拢无？就是个真诚心啊，所以佛讲伊了解啊，啊，咱是真正本事，本事太多，甚么拢唔办。为什么念头太多，注意太多，所以就什么都不办啦？你什么都无，你什么都不办啦？啊，咱改比差别都是这地啊。啊，什么都不办的人用真呢？什么都不办的人用假呀？第六道轮回啊，本事就大呀。有话讲的啊，修学爱用的就是啊，心态啊，这个重要。方法是第二，用什么心吗？用真心、真心理念吗？经常常讲，真心无念头的，真心啊，就是慧能咧讲的四项，那就是真心：清净、不生、不灭。啊，他行苦作，如如不动。第四句所讲的“不计诸生，本无动摇”，那就是如如不动啊，不动就是真心吗、啊？真心在倒位？变化界、虚空界。你若是不动，你就会去静掉。你一个动，你永远都无办法去个啊静掉。一个东西蒙心，蒙心安怎来？阿赖耶安怎来？一念不觉，一念不觉就动咯，唔通动啊！真啊是要问你，唔能去想啊，唔能去分辨啊，唔能去执着啊。对一切我未执着咧，都是阿罗汉，未分辨。三贤啊，菩萨啦、啊，别搞的三贤菩萨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我搞初住菩萨，别搞啊，初地菩萨啊，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才知影讲，
慧能大师八个月伫遐功夫就成就。老和尚叫伊去对房内面去啊，迄就是讲伊个道场啊。伫遐咧修行八个月，老和尚认为讲差不多咯，应该熟咯，才传法啦。但是五年呢，还是八个月这个修炼啊，连带出迄个技也做未出来。啊，这款代志只有慧能家己知影。我做怎样，其他都无一个人怎样。啊，相当内面袂当出人才，讲堂内面嘛袂当出人才，精密的对房内面出人才啊！这就是说明讲进修啊，一切境界内面拢嘛用你，不一定都是爱伫个庄严的讲堂。庄严的佛堂唔免啦。啊，张家大师早年甲我讲的，佛法重实质，无咧重形式。啊，实质是用真心认真做，形式咧就是庄严道场，有咧东方。诶，什么？这边初级的，啊，这边初学的人，啊，用这个方法啦。对迄个真正要成就的人，这个方法一点都无路用，连都会扰乱你。啊，所以讲叫伊去对房，八个月无人去个扰乱。啊，伊做的石头就是破茶精米啊，破茶精米上上闲嘛，底下练什么？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真正确立这个境界智慧，啊，就会现前啦。所以，咱就爱知影。所以啊，咱这个身体确实是本无存在，是真正无存在。安怎来一个心？心是咱的本体啊！那是咱的本体，是宇宙万法的本体。这物件是本有的，不生不灭。啊，无这个物件，什么拢嘛无。整个宇宙是变现的。咱伫咧学习经教。常常都用电视屏幕来做比如，这个心，人生的心是什么？就是啊，电视屏幕，伊啊如如不动，伊啊不生不灭，伊会生万法，万法什么？屏幕现出来影像，那影像是假啊，是动的。刹那刹那，叮当无停止个，阴谋无叮当，不懂是真呢，当然是假。但是这一假呢，无这个阴谋，伊现未出来。那用这个做比如，啊，伊所现出来呢，一定要知影讲是自性内底本有的，自性内底若无，哪会讲现出来？林大师第三句话就是讲这个。不计诸行本自枯竭，啊，咱今仔这现象诸行有无有？那无哪会现出来？本有啊，整个宇宙，包括了所有一切诸佛刹土，无例外，都嘛是诸行变现出来。诸行是灵性灵现，所行所现的呢？确实就是十宝庄严土，不是十法界啊，不是六道，十宝土，这是自性所生所现。那十宝土内面，人是无量寿，啊，永恒不变，人未老，无量寿拢嘛真正少年，
未老啊，永生不老啊，这句话是有来由的啊，不是讲随便讲的啊。啊，是佛陀的人，大家拢嘛是永生不老啊，有就有问，就有现，伊无变，无变化。啊，是佛陀里面的回草树木，永远常青，伊啊未变呐、啊。花永远开个遐水啊，伊袂谢，袂落落来。这就是咱伫咧讲啊，叫做世界啊。你明白这道理，叫做世界是真的，唔是假。啊，伊无阿赖耶识啊，伊无妄心，真心内底啊，夹杂着妄心，对，产生变化。咱就是伫即地咧变化。那妄心就是念头啊，把已经法界变作十法界。那十法界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呢？有念经无共，有善恶无共。那起心动念，伊那是清净，会现四性法界；伊那念污，就会现六道啊轮回。啊，六道内面都有善恶，虽然是念伊是善呢，迄就三善道；伊那是恶，迄就现三恶道。所以真古就是对于倒位来，是咱的念头变现出来呢。啊，念头是对倒位来，念头是对未了自性来，更无自性无念头，无念头有缘，现在就是十不脱啊。那十不脱里面拢总是发心菩萨，大家拢嘛是明心见性。啊，虽然明心见性，无始无明登去了。无是无明受气也未断，这都是是佛陀缘分，是佛陀安怎来呢？是无是无明受气啊，这个缘现呢，无这缘就未现，有这缘就会现，这缘啊断尽，是佛陀无去了。是报托无问现啊，无生灭。就像咱现在看电视，电视画面无生灭，咱拍开冰刀，伊就现了；冰刀关起来，伊就问了。现，袂当讲伊有；问，袂当讲伊无。啊，这个、比如真好啊，甲做梦同款的梦中的境界，袂当讲伊有啊，也袂当讲伊无。啊，所以就是这个心的问题啊。啊，是这个问题解开咯，啊，当然非常感谢最近这个。二三十年的量子的力学家，把这个物质问题解开了。物质啊，分析到最后，这阵甲咱讲，上解说这个啊物质现象，不是甲伊讲是极微色，嘛甲伊叫做极微之微。这两个名词是同一个物件，今仔日的科学家给伊找到了，给伊讲是啊，微中子，或者讲是中微子，也有两个名词啊。呀，伊偌大呢？科学家甲咱讲，100亿个微中子，
集作会，伊个大岁定有是一个点子。那、啊、这是无法想象的啊！也就是讲，伊个体积就是一个点子的一百亿分之一啦、啊。把点子分作一百亿分，其中的一个，迄个叫做微中子。那、啊、这个微中子，古叫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就古叫五蕴咯。啊！咱逐天咧念《心经》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迄就是今仔日科学家所发现的，微中子是假呀，啊，唔是真的。啊，五蕴拢不可定。你看这微中子拍破了后，物质现象就无了，这就是佛的经常咧讲的极微之微，这是相随，伊袂当搁再分，一个分就无了。嘛，该叫做临虚定，伊甲虚空两个做隔壁，下破伊就是空咯，无咯。这就是啊，微中子。那这随物件也现象。拢伫咱面前，不间断的拢伫咧表演啊！咱是蒙脸啊，不觉，根本都唔知讲有这款代志的存在啊！啊，佛弟经常讲啊，这种现象，什么人知呀？啊，佛讲呀，唔是一个人知呀。八地以上拢嘛知，你也修行，到八地菩萨、九地菩萨、十地菩萨、顶格菩萨、妙教如来，拢总知影。也就是讲，大乘修行，五十二个界位，最顶面这五个位处，拢总知影。这就未当骗人呀！正着这个五个位处的人未少啊，你拢知呀？啊，这互咱足大的这个鼓励，咱来努力力争上游。啊，咱家己若去正着八地，全部拢嘛知影咯。啊，慧能大师是不是拢证到八地呢？啊，在咱客观想象的当中，应该就是八地以上。啊，伊所证到的境界，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所证到是完全同款。啊，释迦佛证到了后，在庭中啊，都把伊啊证到的境界来给大家详细来讲解，迄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啊。慧能大师所说明的这个对象只有一个人，何做？唔是真侪人听呢？即听摩尼佛讲的时阵，有足侪人个啊，四十一位发心大师拢总来听。啊，这个言无讲咯。啊，慧能大师的这五句话，啊，注意讲，就是《华严经》的浓缩。《华严经》讲什么？就是讲这五句话。你若想要了解慧能大师这五句话呢，啊，你就去详细读《华严经》，迄就是啊。一个是这一说，一个是六说。啊，然后咱这肯定啊，真正是啊，真实的，唔是假啊。咱对于佛法的信心也都足咯，就袂搁再怀疑咯。啊，但是咱伫这人生当中，免讲八地，
连最起码的草珠，咱拢得袂着啦。这嘛是真诶，都毋是假。什么原因呢？家己知影，你家己想看麦。你看见识你闻声，若君接触外面诶六种境界，是毋是不起心不动念？做未到啊！我真想要不起心不动念，偏偏也是会起心动念。你也对一点办法都无，而且起心动念，家己根本都唔知。哪个唔知？你看一秒钟起偌多念头，1600条了。你哪会知影呢？唔知影啊！啊，咱今仔是咧做什么代志？就是咧做这个啊，一秒钟1600条的念头。那十秒钟就是16000条的念头。这就是佛啊，真正奥秘，甲咱讲咯。咱若是讲无看到今仔的科学报告，咱对佛在话也是从未清楚，唔敢无相信，总是拍真侪问号在内底。科学对咱是真大的帮助啊，说明佛法讲到最高呢，黄东美先生讲的啊，是啊，世界上最高的哲学。今仔日我学了60多年，看到科学家的报告，大乘就是全世界最高的科学。达到啊，登峰造极咯！世界上无人会去达到这个境界，方法啦、啊、用错了达未到。今仔日科学用的方法是用错了。那伊会看到这个境界，唔是讲伊证到，伊得未到受用。方法是啥物呢？方法就是啊，戒定慧三学，无例外，三世诸佛拢嘛靠这个去证果。咱换这方法，无可能。啊，应该得定，因定开慧。啊，这个开慧就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。啊，智慧这个现前，就是圆教初诸菩萨，别教初地，就是到这个位处。这个境界内面啊，是无六道啊，啊无十法界，只有啊诸佛如来的啊是无庄严土。什么款人伫这地呢？大家拢嘛是明心见性的，所以这个世界是啊平等世界，每一人拢嘛会做到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啊，平等世界。平等世界内面也有不平等，哎，什么心气搞不无共？有人去较早，湿气就补咯；有人拄拄啊，只气湿气就真重啊。湿气啊，造成啊，是不庄严土。那是讲无湿气，是不庄严土就无咯。无咯，出现什么？上进讲，上进讲是真诶，永恒诶啊，不生不灭。上进讲诶，来对。上一讲就是佛啊所讲的大般涅槃，啊，上一讲的内面呢，就是人，无论是身体啊，意念拢嘛变作光咯，拢转变咯，变作光啊，光甲光融合作伙，就是啊。一片的这个上集光，
变化界、虚空界。啊，这个时阵真正慧能大师讲五句的圆满兑现。啊，诸圣有圆满的智慧、圆满的德能、圆满的心通、圆满的道力，达行圆满。为什么？一切诸佛拢话立相一功，立马立相一功。可能这个房间内底有遮尼多拍钉，拢啊。奉公更加更融合用作会咯。一切诸佛的根当中是有智慧有德能有上好。我入去伊所修拢变成我的咯。我所修的嘛也变成伊的。一切诸佛所修同一咯。大圆满啊。所以咱无恶人恶变成一体。这厉害啊。这些事实真相，这个是大圆满啊。立大涅槃是这境界，立大涅槃就是立相即空，也就是讲咱换一句话讲，回归诸性咯。啊，咱现在看科学的书，有一本书我无看到，我看一堆目叫做《灵觉憨》，这足趣味的灵。灵极限回到零，回到零就圆满咯。啊，这个物件深咯，地广无边际，地深无底，是啊，自性的性德。对到未来的这个心，这个心就是本来就有的。真正是不生不灭，无来无去啊！伫倒位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无这个心都无办法啊！就咱像咱这个屏幕，电视的屏幕，无屏幕都无这个色相啊，色相显未出来。色相若是要显出来，一定爱靠这屏幕。这个真心就是屏幕，什么拢无，什么拢会当现。那现的时阵未当讲伊是有，无现的时阵未当讲伊是无。非有非无，亦有亦无。你唔免去找，你就看到了。你要去找，永远找无。古人那边开悟时阵，还去参学，啊，去遐已经开悟的老和尚那边去请教，所以打破啊，体会无密处，找无啊。真正啦，这个开悟时阵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，为什么放下就是啊？你个想要去参学，永远参未透啊，啊，无参无参就透了。那个不是参嘛，是真参嘛，不是假。啊，慧能大师的五梅啊，八个月，不是在禅堂内面啊，面壁去端坐，不是，啊，不是在讲堂去研究经教，不是啊，整伊的米，泼伊的茶，啊，伊就开悟咯。啊，用的会用的啊，就你破查八万四千块门来对进门啊，门门拢嘛是啊，无量法门，多一个门拢嘛用的，只要你放下，啊、这是我非常啊感激张阿大师，头一天啊，都把这个物件跟我讲，哇，迄时候那就听有啊，那听无，我给老大人请教。佛法内底，敢有一个方法，我真容易确立。伊就甲我讲，看破放下，看破呢是明了事实真相，
放下呢，就是放下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那完全是智慧。为什么呢？你啊，一点不念，一念不生，应该清清楚楚啊，明明白白，就是看破，动这念头啊，就没了，真相都看无了，看到什么幻想啊？是幻觉啊，已经庄严的是幻想，不是真相。但是在梦想啊，不离真，你体是真呢。只要你不着相，你就会去看到伊的体。啊，在幻想内面看到真相，真相是自性，是法性。啊，因为真梦，伊用合作会，真梦不离，可能久的离。比如讲黄金甲金器，啊，去种类品类也是真多，黄金就是一个呢。啊！我早年伫美国，有一摆转来台湾，看到咱有一个同修经营珠宝生意，伊是做假首饰，黄金、镀金的，唔是真金、镀金的。这个物件伫个外国真好销，无人袂介意的。单鱼啊，单条袂心疼，挂在身躯的啊，比真金也搁较水，光彩好啊！啊，所以生意真好，工厂伫台湾。啊，有一摆我登去台湾，伊邀请我去参观，迄个时阵韩国伫遐滴个，阮十几个人参观伊个工厂，啊，伊个点蓝色。大概都有咱这个脸面边这六个这么大，点那么些摆出的样品，大概有两万种，没有无讲啊，琳琅满目。我入去一个看，我就跟大家讲，恁大家来看，个人的比如如今足器，器器皆金，现在恁看到咯，这来是什么物件？只有一项物件，金。其一呢，其有到一两万种，这一两万种物件拢嘛是金，金是铁啊，其是上啊，但是模样无同咯，两万外种的模样，美不胜收啊！啊，铁就是金，镀金呢？伊甲我讲，伊个工厂在做这个，大概一个月要五公斤的黄金。该氧化多落去，啊！咱对这个企业内面去看到的金，唔通着企业上，你就会看到金吗？着企业上，金就无好去了。你找一个人，我现在要滴黄金，你就提张黄金价。伊走去个店，咱先去看，无黄金吗？伊讲无黄金吗？伊毋知去啊，都是金吗？海外人随便提两个啊，都会用你咯。咁样就去烦恼什么呢？哎，都是黄金吗？啊，咱即摆是认假无认真呢，十方界众生啊，拢嘛袂咯。那四乘法界讲老实话是佛的弟子，伊叫佛陀的教诲，伊会甲佛陀教诲落实伫生活，啊，落实伫工作，落实伫处事待人接物，所以伊是清净国土，
啊，咱绿岛呢，绿岛都无听话啊，完全违背佛陀的教诲。咱听啥人的话？听阿赖耶的话啊！啊，就是完全听家己的梦想，想什么就创什么。所以这个相内底有亮有净，有善有恶，咱啊做业真复杂。但是呢，这个业，你若无觉悟呢，又搞不啊！生生世世拢嘛，甲你颠倒诶，你无办法解脱啦，这个真艰苦。啊，平常得罪人唔知影，但是呢，这人伊都唔真呢。但讲的咧讲滚笑，无心讲的，伊听了都有意。你咧找我的麻烦，你咧诽谤我，你咧羞辱我。那这个羞愤那是积个真心，来生必定会拄到的时阵，一定会报。啊，报上一定知会加大罪呗。所以啊，这种冤冤相报之世啊，比之世较残酷啊。一世比一世较严重，麻烦就真大咯。呀，咱来看文昌帝君，讲伊过去不十七世中，从这个文王相布，最后也阁是拄着佛菩萨来化解，可以讲哦，你不你的仇。你无意当中伤害到别人，比如讲伊做龙王，看到这修林想要甲抬发大罪，伊是死咯，但是无辜死的人偌济呢？这笔小龙算伫你头壳顶，啊，你会造成啊？足多足多，如果人伤亡啊，这个罪也是愈结愈重，到最后就去对地狱。啊，好事是做未少，那是无做好事，你就无有菩萨来给你照顾，无人去点化。伊也阁是做好事，但是对冤仇这个恨，伊袂当化解啊。啊，咱今仔日抓落来来看参考资料的第二段，发真正菩提心，这就是这是执行理观第一行，观不思议境。伫这段的当中咧，是袂当啊太恶的，袂当啊代替太恶，明心见性。这个开悟伊是有标准，唔是小恶。啊，咱啊用第二的方法来帮助咱，第二发真正菩提心。这来做真正都是最重要的啊！这个重点点，菩提心，多一人无法呢？啊，学佛了拢买发菩提心，唔是真呢？唔是真呢？啊，唔是真是假咯？唔是真是假呀？是骗呢？啊，所以这个菩提心就未起作用。啊，真正重要啊！
啊，咱确确实实无慧能大师迄款的这个上上君，这咱家己爱承认，这种人太少了。老师当年教学，上界惊就是咱公梦，咱拢认为讲家己，我心咯，认为家己甲慧能是差不多，伊做会到，我嘛做会到。会用你啊！三老师，三老师唔捌见面，唔捌拄着，但是这三老师讲的同款的话，甲我警告我啦。慧能啊，伊迄个办法袂当去学呀，学袂着呀。中国啊，五千年历史。慧能进前无出现这款人，慧能以后到今仔日嘛无出现这款人，这条路你来甲伊啊死去，绝对是行未通。啊，本老师是安尼教我，张家大师嘛是安尼教我，李老师嘛是安尼教我，经过我绝对唔通啊，讲梦啊。啊，变怎呢？跟我都惊第二条路教下，这个头一条路呢啊，讲中这是天才班呢，博士班呢、啊，小学都唔捌读过，啊，你等人摕了博士学位，而且天才班，我唔是一个天才，佮遐是佮摕袂到呀。你安怎咧去读小学？有小学、中学、大学研究所，慢慢你就摕着咯。这叫教下。啊，彭东明先生跟我伫教下。啊，伊伫大雄内底上界教伊的就是。华严，伊常常读《华严经》，看清凉的著作，李中家的合论，啊，对于大乘法相，有相当深的造诣。伊甲我讲，咱这知识分子啊，就是爱行教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刚经教学49年，也就是讲，知识分子占的比例较大，大概90%。所以教是最客气的，世尊才用这么多的时间。啊，咱是知识分子，就应该行知识分子的一条路。我话拄着李老师啊，拄着张家大师，张家大师特别甲我提醒，就是爱以戒律做基础。但我家己咧，以为家己是知识分子。对于佛的经教是有浓厚兴趣，对于戒律看个真正淡啦。但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家己认为讲是正确的，认为讲啊，戒律是3000年前和印度的生活规范。但伫中国，咱拢知影三代之内拢无同。有兴有劫，三代是夏商周，因的法令拢嘛是有修改，时代无讲就爱修订。但印度3000年前的戒律，咱会当卖低咯，无适合现代啊。啊，现代有现代人的规矩，生活规范，
这是错误的观念。老师就知影，我对这个错误的观念失去真深、真重。那要对这个落手呢，咱会放弃，我就未学，嘛未跟你学。啊，所以用的方法非常巧妙。啊，我跟老师每礼拜见一摆面，接受伊的指导。啊，我离开伊的时阵，伊都买送我来到门口，伫我耳腔边啊，讲一句话。轻描淡写，概率真重要啊！我和你啊，我每礼拜听一遍，大概是听了一百遍，有啊。所以这个印象非常深刻，老师完结咯。啊，阮这班第一个这个学生有。十几个人，阮搭一个布棚，伫老师喜欢的时阵，特别给做一个塔。伫这个喜欢的塔的这边啊，搭一布棚。呀，因住伫遐住七日七暝，啊，我是有工作，请三工的假，我伫布棚内底住三工的反省，我第三年。伊也是教我什么，我是学到什么。这一个反省，这个呀，这概率真重要，马上来到现前了。啊，所以啊，我就想讲，伊为什么安尼讲呢？真重要不？为什么重要？我想这个问题，想个两三礼拜就想通了。啊，因为佛法是出世间法。不是世间法，世间法啦，这物件都爱修定，无修定都无路用。出世间法是啊，了生死，出三界，你一个修定都袂当出去。我想明白这道理，我倒转来再认真的去看经典内底有关于概率的这部分。但是我这一生无这缘分，一生是孤无定所啊，四处咧流浪，像释迦牟尼佛同款。啊，一生无寺庙，无道场，啊，无信徒。人咧讲信徒真多，迄是甚物？迄是听众，嘛恭敬的听众，多半拢嘛是。在这个网络卫星顶面咧听，所以网络卫星啊，发出啊真大的这个功效。我是用网络将军啊，啊二十年咯，用卫星啊十一年咯。遐个人真多，我拢无熟悉。到到迄个所在大规模活动，四面八方足侪人来，大概。拢嘛是伫这个网络卫星顶面的这听众，知影我来附近来咯，来遮来看我。平常啊，拢嘛无见面，我甲大家拢无联系啊。啊，一生都无咧管人，无管事，无管钱，啊，所以真正自在。什么都嘛是随缘，都有缘就去到位。啊，八十五岁，算讲是定居伫个香港，香港政府给我永久居留。啊，三十多年前头一摆来香港讲经，一摆讲了四个月，我还记得我是四十九岁。五十岁啊，这差一年，四十九岁。
啊，老听众啦、啊，哇，这个人咧讲经啊，伊收一公点，逐工在厝咧看，啊，养生咯。伫香港，农村内底有一间厝啊，伊甲因太太讲，这间厝啊要共用我。太太来找我，我有去看，真合，我真喜欢啊，我很好，我就来这呢定居咯。我伫香港上租，这间厝是真小一间，无这个面积这么大。啊，香港是英英尺，面积400平方英尺，算台湾是偌济平？36平方英尺是一平，306是十平，啊，我迄块400尺，十几平，再比平个低一点嘛，啊，无遮大，再比平个低一点嘛，伊两间房间，两间房间共款大，啊，总共就是啊22平咯。啊！但是咧，有只鼎，鼎真大，鼎大概是有5-6亩地啊，有一格一格。所以鼎内面的原来，伊是种的是花，花我拢无爱，拢种菜。所以啊，我家己现在咧食家己种的菜啊，我种的品种未少，有40多种。所以青菜啦，这个。青菜啊，果子，阮啊自给自足。剩落来咧，阮就去送互即个厝边。小环境真好。啊，虽然伫香港即款个繁华个闹区，啊，我迄个环境听袂到人个声音，听袂到即个车个声音，只有听到鸟仔咧叫、虫咧叫，非常个安静。啊，所以我就选择安尼定居，拢总拢嘛是缘分。伊来找我，唔是我去找伊。啊，这么好的一个环境，会当定落来，年岁大咯，85岁啊，准备要往生咯。伊来什么拢无咧想啦，我一讲，甲大家伫个。无量寿经顶面分享一讲，这是咱称赞啊、净土啊，啊感谢阿弥陀老居士汇集这本经用10年时间，啊黄念祖老居士用6年时间做了这个注解的汇集本，汇集。53种经论，110种祖师的著述啊，110种，总共是用了193种这资料，汇集做一部注解，所以这注解内容非常丰富啊，佛法啦，各个宗派、法门、教义拢嘛有啊。并不是一部啊小总经，哎呀，这本呢是近代才出来啊，有啊，真侪人无爱接受，意见遮侪，我来提倡，我是啊，照这本来修行啊，甲大家做朋友啊，是啊，这个意思。啊，这部经的注解呢？早年是李冰南老居士，伊啊老大人好爱，啊，这本来一直是我的收藏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，阮伫美国熟识，这是缘分啊，
伊若不去美国，我永远都唔捌你啊。而且伫美国只有一个月时间，伊啊，只去一拜年，就待一个月。迄个时阵，伊这个注解拄在就完成，足够。伊就带一份有印的章话，我看完了后非常欢喜啊！啊，我去北京去甲看，以后每一年，但是我去北京会去两拜三拜，主要是看伊啊。啊，伫中国国内。王勇啊，这本呢就是伊一个人尔。啊，伫海外，王勇无量寿经用这本呢嘛是只有我一个人。阮两个一个见面真投缘啊。啊，伊年岁呢比我较大，算八分，伊甲李老师是同八分。我是较慢一辈，阮变成老朋友咯。伊甲我讲的物件未少，最重要是甲我讲，以后世尊佛法了九千年的当中，真正的成就的只有净土，禅。可能得定的拢嘛无咯，顶一代有得定的啊，无开悟，就希望老的成为得定。那密啊，未当啊成就，伊是密宗金刚上师，伊甲我讲，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，中国啊，遮侪人口受密成就的只有六个人。所以自己的往生啊，完全是念佛，念半年，每天十四万声的佛号，念半年，伊就去咯。这是甲咱做榜样的。啊，伊修禅修密，到伊时阵，禅嘛放下，密嘛放下，专念嘛阿弥陀佛。啊，伊个这本呢，尊敬的人真多，批评的人嘛多。啊，我愿意用我家己学佛六十多年，恭敬教学五十五年，甲大家来做一个证明。无量寿经是世尊末法时期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经。下这个法门想要成就真困难啦，不是假困难。成就，咱当然佩服，不是讲人人拢做会到的。这个法门人人会当啊成就。啊，这部经甲这个注解，哎，妙咯！昨昏呢，日本的一寡高僧大德。嘛，来到斯里兰卡，日本过去祖师大德对无量寿经的注解，因已经收集了十八种，啊，这十八种拢总引出来咯，已经七册啊，太难定咯，那五老居士。注这本经，用日本祖师大德的注，大概有六七种。啊，我伫这条读着，见解拢嘛非常精辟。我背后个
无得到底啊，所以我伫咧想，去去无量寿经，日本伫咱中国，多的人侪，成就的人嘛侪，住所有遮侪种，中国人过来大德啊，对无量寿经研究。然后落来，这个注解只有两种。原我未比你日本啊，所以我咧想要甲日本的、韩国的、中国的无量寿经注解拢做汇集做会，重新来排版。那也变做就套注。啊，无量寿经好主汇集，印做一套书。啊，以后呢，啊，我相信净宗以啊无量寿经为中心为主，作为主流，当流传有谁？对以后啊，高清尼阿佛红星啊，就是星洲，至到叫做世界四十八愿讲啊，真好啊！改做阿维瓦帝菩萨，阿维瓦帝菩萨是发心菩萨，红星到叫做世界啊，你就星洲，这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。无量劫修行功德的加持，而且加持真有路用。啊，咱希望讲世尊啊，组团的这个各个宗派拢会当复兴。一个人，一个人创一门，创多了是袂用，创多了贪多了补袂烂。啊，一门深入啊，当是分修。大家拢买成就，我伫头前三十年，涉及的经论真多，啊，有几十种。晚年感觉袂用哩，为什么？反正时期袂长啊。知影讲，一定开会，而且渺茫。所以就听李老师的话，李老师当年在世的劝话无在听，现在老人就走去了，回想伊的话，愈想愈是啊，慈悲，愈是爱护，这是真的啊。现在完全接受。啊，我今麦读了无量寿经以外，平常看的一部书《印光大师文钞》。其他物件我拢无咧看，我无时间去看。啊，八十七岁，逐项拢爱准备，随时拢会当走咯。蔓延啦，放下。那愈放下，看经典的物件愈有趣味啊。所以我真正了解。看无是因为梦想太多，杂念嘛太多，这个物件呢造成啊家己重大障碍，该放下心得清净，清净心是智慧，不仅是智慧，清净心才看有啊，心若无清净就看无，嘛听无。啊，所以马明菩萨的起信论来对甲咱讲，啊，读经啊，听经必须都爱啊理言说上，听经唔能接着言语，读经唔能接着文理，文理是语言的符号，这是假啊，唔是真呢。这个无重要，内面的意思才是重要啊！
那第二呢，唔通执着名利上，名俗事故，名俗事故是假啊，唔是真呢，嘛唔能去执着。第三，唔通去执着心愿上，心愿上我感觉是什么意思呢？即袂用呢。啊，换一句讲，菩萨教咱呢，听经。爱用清净心听，读经就爱用清净心读。清净的标准就是无杂念、无妄想，这个心才算是清净。有杂念啊，有妄想，心就未清净。未清净，听无真呢，看未着真呢。这嘛是讲说明啊，这个事实真相，境随心转。你看，咱咧用清净心，佛啊是用啊清净心讲出来，咱来用清净心来接受。伊啊是清净心讲出来，咱是杂乱心未当接受。这个杂乱心接受的第一识，唔是。智慧变真咯，现在真侪人咧学佛，有学佛的知识啊。现在人真侪，伊嘛灵言善道，嘛拄着定心啦、啊，无智慧，也是贪嗔痴慢，也是自私自利，也是啊放未落。啊，真正遵守戒定慧三学，安尼成就的人无多啊！啊，诸位年轻的同学，不能再给出家，真正想要伫佛法顶面来成就，我嘛有亲像张家大师同款的啊理念啊、心态啊，来甲大家讲。戒律真重要啊！斯里兰卡马上啊建立一个国际佛教大学，我甲国师兄弟马法师讲的，这个大学内底一定要有一个戒律的学院。那凡是啊，真正想要学佛的，大生爱学戒律啦。中国古人规定，咱啊五年学戒。啊，古早无论在家出家，拢嘛是五年学戒，也好好。有菩萨啦，啊，慈悲。佛菩萨怜悯咱这个世间，给咱留落了一条戒律的根啊！啊，我是最近才发现啊，今年年初，台湾有一个专学戒律的法师来看我，见面才知影讲。30年前啊，我们做会，因为时阵台中的李老师办了一个微电研究班，只办一届，4年，学生啊是大学毕业生，不参加过大专佛学的工作。这是啊，录取的标准，尤其深入无患了。那迄当时只收8个学生，因为是读研究所，真无容易啊。6个男生，2个女生，啊，女生
老师要求的是一生唔准结婚，那是想要结婚，都唔能来参加这个班。那有高情法师，我问伊讲，今年几岁咯？66岁。迄个时阵20几岁，30多年前啊，八个学生，两个老师。我嘛是其中之一的老师，所以伊甲我有师生的关系，因为拢嘛是老师的学生，有同学的关系。伊啊，称呼你老师，甲叫老师，称我嘛是叫我老师。啊，无想着讲伊出家咯，阮八个学生就是一个出家。其他七个拢无出家，我问伊讲：“啊，阮迄个八个学生，敢也佫滴个了无？啊，拢嘛滴咧，拢是60多岁咯，拢滴个。只有伊一个有成就，就是讲啊，入门深入，当时分修，伊啊，就是一部戒律30多年。”这个就是啊，佛菩萨留下来，不是三不为神，佛法会断去啊，有这个就未断去啊。啊，所以你大家拢知影定弘地外，我该熟悉，伊是伫美国留学，伫郑州大学读书的时阵熟悉啊。啊！毕业了后，就来学校教书、讲书。啊，伫讲书内面升到最高的阶位。啊，我移民去澳洲，我甲澳洲的学校往来真密切，伊学佛。我就劝伊啊，是不是要来澳洲？来澳洲大学来教书，真紧啊，就联系着澳洲聘请伊做副教授。啊，教2年，就升正教授，终身教授，这真不容易去摕到的。啊，正式的这个文件还没发表，伊啊就对我出家咯。所以啊，银行的校长，校长跟我认识啊，拢是老朋友。伊讲你有什么力量啊？人伊是终身的教授，无容易摕到，那会对你出家咯。啊，伊啊出家，决心有够。看我咧行这条路，伊啊真新鲜。啊，高清法师拄着了后，我就甲伊送去高清遐去学戒律，学5年戒律，将来啊，你的成就就会超过我。你若无学5年戒律，讲搁较好，讲无学戒戒，一句话就甲你冻掉了。啊！我讲你必须都爱学戒律，规规矩矩甲佛教传起来，复兴起来。啊，要办戒律学院啊，比什么都较重要。戒律学院毕业出来了后，你选择宗派，法门拢嘛会用你。你教伊多一个宗，你教伊多一部经论。但是呢，教学方法也个必须都是一门深入。中国古老这个方法非常的好，才有大成就。啊，成就呢，就是得到三昧开悟，这是真正成就。
唔是讲经典哪里通达明了，通达明了是文理，是知识，唔是智慧。我希望行古路啊，行世尊的古路，正阿罗汉果，菩萨果位。将来啊，佛教大学毕业的修学位，唔是修世间的博士啊、学士啊、啊学士，唔是啊呢。应该是修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啦，还是有伊这个学位。那菩萨里面有十心菩萨，有啊十住菩萨，十行十回向菩萨，有在顶级，这个好啊。这个是真正佛陀教育，佛陀教育唔通惊咱这个世间的教育，世间教育甲佛陀教育无同。世间学校有佛学的课程，那是佛学的知识，伊啊无讲究修正的功夫，所以甲你学院内底爱有啊禅堂，爱有念佛堂，啊也爱有真正修学的场所。还有好的老师带头，啊，这下咱嘛拢寄望伫斯里兰卡这边的佛教大学。啊，必要时阵要甲高清律师请过来主持啊这边的戒律学院。啊，我是希望佮伊现在积极培养传承戒律的法师。我问伊讲，现在的学生当中有几个人会当传承呢？伊甲我讲有六个，我希望讲伊有六十个。伊现在这个学院有六十外人，啊，严格认真的培植，希望大家人拢嘛会甲这个戒律承传落来，戒律若兴咯，佛法就兴。盖伦阿母佛法啊，都会灭咯。这个未当知影呀。啊，宗教大师盖伦真重要，这五字讲了一百多遍啊。咱也唔通去疏忽了，一定要重视。啊！我这一生的遭遇，嘛传奇故事。啊，无办法想象呢。啊，出家人想要行我这条路是行未通啊。为什么？无遐个奇奇怪怪缘分，第一种未到缘分。啊，出家人。那有可能就有列国风化理性呢？啊，做未到，啥人要请你？啊，我有特别的缘分，出家人行到世间的学校，人啊送学位给我，并请我做学的教授，这嘛是真正。不容易去看到的，过来就是惊去联合国，这做梦都想未到的，哪会去走去联合国呢？哪会去熟悉国际上这么多专家学者，也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，我能变成好朋友咯。这个嘛是啊，佛菩萨安排啊，作为佛法延续的这个必要的缘分啊。将来成果是下一代，或者是古代下一代，
因来实现，我是做一个过渡，一个非常时期，非常的手段啦，非常的方式啊，就袂当讲唔知影。今仔日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地啊。